是月啊。今天的开箱呢，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发布的石头自清洁扫拖机器人 G10。打开包装盒之后，最上面呢是污渍清洗剂和产品说明书，说明书下面还有一个滤网赠品，拿走顶部这层泡沫，下面就是石头自清洁扫拖机器人 G10 本体了。整体机身是白色的，中间这个圆形的凸起是激光头压力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传感器。顶部有三个按钮，从左到右依次是局部清扫、同锁按钮、清扫和电源的开关按钮以及回冲按钮。箱子底部呢是扫地机器人的基座，打开顶部的盖子，里面有两个水箱，左边是污水箱，右边是清水箱。那插上基座踢板以后呢，机器人可以自动回冲或清洗抹布。而这也是它本次新品的最大亮点，那就是支持自动的回洗拖布，还有自动水箱补水，让懒人再懒一步。而为了测试它，我们今天也准备了黄豆、瓜子皮、蚝油以及可乐、咖啡等一系列测试垃圾，看看它的清洁能力和自动回洗拖布以及自动水箱补水表现如何。扫地机器人不管多么智能，首先要看的还是扫地和拖地的表现嘛。石头G10呢，它有一个全向浮刷模组，贴合地面更加紧密。那这个新胶刷材质呢，不缠绕毛发，易于清理，所以对于宠物家庭会比较友好啊。而且对有地毯的家庭来讲，不会伤害地毯。另外，它的吸力是2500帕啊，吸尘能力还是很高的。那大部分家庭生活小垃圾都可以吸走。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吸宠物毛发、黄豆以及瓜子皮的表现。开始第一项我就遇到了难题啊，我不养猫，去哪里弄猫毛呢？然后我就联系了一个养猫的朋友，他非常的大方，直接就给了我一桶猫毛。难道他家的猫脱发啊？开玩笑啊，其实呢是他日积月累攒下来的。可是我亲爱的朋友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爱好？OK， 扫完了，赶紧打开集尘盒，看一下。哦，哇，这些猫毛已经全都扫回来了，已经都在这里面了。哇，一大撮，就是不知道我们屏幕前有没有养猫的朋友啊？这么一大撮的猫毛，你的猫会掉多久？OK， 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毯上它确实可以很轻松地吸走宠物毛发，也不会打湿毛毯啊，因为机器内置了超声波传感器，在毛毯呢它会检测到声波波形和普通的地面是不同的，这时候自动抬起拖布，防止损伤毛毯。只不过呢提醒大家啊，如果你是分区清扫，它有时候会回到初始状态，一定要记得检查一下是否关闭了拖地功能。接下来我试试清扫黄豆，对于这种大颗粒的杂物，我有点担心它会不会把豆子扫得到处都是。但是呢，石头G10的2500帕吸力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只是最大档位的吸力噪音会有点大。日常清扫开安静模式，噪音还可以接受。我的同事特别喜欢嗑瓜子啊，昨天他们特意嗑了一袋瓜子皮儿，来撒上去清理一下。可以看到清理效果还可以。如果你是手动划区清扫，它有时候是会回到初始状态的，所以记得检查一下你是否关闭了拖地功能。看完了扫地，我再来看一下拖地啊。首先它有一个可升降震动拖地模组，在跨越障碍物的时候可以帮助通过啊。再然后就是上面提到的识别到地毯，它会自动抬起，防止对地毯造成损伤。而在回冲的途中呢，还可以抬起来避免二次污染啊。充电时抬起来通风，也会避免产生异味。再然后就是这个双区震动拖布，它采用了高达3000转马达的高频震动清洗模式，而前段震动摩擦污垢，后端吸水收污，也是比较紧密的贴合地面的，这个就适合地面缝隙深层啊、粗糙瓷面等不平整的复杂地面，也可以帮助清洗干净。而这个拖布呢，官方介绍说也是抗菌材质的拖布啊，也可以防止细菌滋生。那说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实测一下。我们也准备了蚝油、酱油以及咖啡和果汁、可乐等污渍，来试一试它能不能拖干净呢？
接下来我再来看一下可喷水拖布清洁装置啊，通过蠕动泵连接清水箱，在滑轨的带动下呢，往返洗刷刮排净污水。官方宣称呢，拖布清洁率可以达到90%，清洗噪音低于63 dB 啊。不光机器人可以自清洁，它这个基座呢也有一个万向的橡胶挂条，可以主动清洁基座底部。同时呢，还有一个人性化回洗啊，有标准回洗、智能回洗、手动回洗、手动放装回洗啊。拖地前打湿拖布，最后一次强力洗。完成拖地任务后呢，机器人最后一次回洗拖布啊。为了保证拖布清洁程度和避免异味产生，基座默认使用深度清洁。机器人前后都有红外通讯传感器啊，支持双向上装啊，正向上装是回冲，反向上装是回洗拖布啊。这样的设计可以避免长时间停止工作时拖布被捂出臭味啊，因为充电的时候拖布是朝外的，也可以方便通风干燥。在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洁之后呢，大家看啊，现在的抹布是这个样子，还挺脏的。我们让它自动回洗之后，再看一看清洁效果。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清洗之后的抹布已经很干净了啊。我用手挤一下，你会看到也没有污水了，水还是比较干净的。那么污水去了哪里呢？再看看污水箱，哇，脏东西都被它吸出来的啊，这里面就全是刚才清洁后的污水。它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实现水箱自动补水的扫拖机器人啊。机器人有设计补水接头，可以基座正中央的橡胶注水接头连接补水，这样就不用取出水箱了啊，有点像飞机空中加油那味儿了。机器人机身水箱内部有一个浮球霍尔传感器，能够监测水位状态，确保工作的时候有水或者补水过程中水满来停止加水等等。我们最一开始呢，把机器人水箱里大部分水都倒出去了。机器人回到基座之后，就会通过注水口自动补水啊，拖地过程中也会一直保持湿润的状态。最后再来看一下石头这时的算法，这次升级也蛮多的。APP 内也可以自定义控制它清扫，也可以智能划分区域和设置禁区等等啊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其实 APP 里面有很多的功能都是可以自定义的。那我也想测试一下它的避障效果怎么样。我们在行进的路上使用瓶子摆出障碍物，来看一看机器人在清扫的时候能不能顺利通过呢？那么总结来说呢，这次的石头扫的机器人 JS 呢，相当于是在原本的拖地和扫地的基础表现上非常不错，而且最重点的是这次自动回冲啊，自动洗抹布，然后自动的水箱加水，基座的自清洁，就确实是彻底的解放双手了。然后这一定也是会打动一些人群的，比如说工作时间特别忙没时间清扫家务的年轻人，比如说不太会弄扫机器人然后又觉得很麻烦的中年人，或者是说啊养猫养狗的宠物家庭等等。那对于他们来讲，是真的啥也不用干，按一下开关键就可以了。那么这真的是科技让生活更懒吧，更美好。OK， 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石头自清洁扫拖机器人这时表现怎么样，能不能打动你的心呢？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留言啊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伊娃，这里是伊娃的 K 生活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